好，那么这一场强震呢，造成了慈云山公墓园区受损非常的严重，许多骨灰瓮都摔落地面破损。那么乡公所诉请法师与礼仪团队协助安灵的作业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慈云山广场以及部分的山区路面都有龟裂的情形，目前正在进行抢灾抢救的工程，请民众避免前往。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可以请洽吉安乡公所来洽询。0403强震造成慈云山公墓园区受损非常严重，许多骨灰瓮都掉落地面破损。乡公所诉请法师和礼仪团队来协助安灵作业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慈云山广场和部分山区路段都有龟裂情形，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救灾，请民众避免前往。经过强震之后，有许多的那骨瓮都摔到地上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盘点清点联络家属的这样的一个方块，所以在一个礼拜以内都无法来做开放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也请乡亲留意，尤其是要上山的路上多有一些零星的灾损，所以也呼吁我们的乡亲不要再上山，尽量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。最重要的也请各位乡亲不要靠近我们危险的这些路段跟围楼，因为我们现在管养的人力啊，跟整个救灾守护的工作是很艰辛的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围观带来另外的一个干扰或者是一个负担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如果有任何相关议题可以向吉安乡公所来咨询。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。